菜名叫做泡菜起司水煮牛。泡菜起司水煮牛啊！我们从计时开始，来蒜苗，我们先。哇，真切厉害的，对。然后我那已经切好一盘哦。对，其实不是我切的啦，对，他们都切好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包起司片，对，起司片。哇哦。牛肉包起司片特别好吃，真的。可是刚才那个谁，吴秉辰没有加起司就有起司味了。有哎，有一点那个感觉。我们这边的话可以吃到真正的起司。他下班了。而且泡菜跟起司也很搭，还有牛肉也很搭。泡菜牛肉啊，看到身边流口水了。这我可以流这么慢？你可以把它转开吧。来，我们把它卷起来。肉卷，对，炸一点点莲藕片，哦，莲藕片。正常他们会水煮嘛，可是我把它炸脆了，我觉得在撒在上面味道会比较好。哦，小心小心小心哦，烫烫烫。这里这里。来，如果喜欢牛蒡，可以变炸牛蒡吗？炸牛也可以啊，嗯，平均。对，你说炸我片片炸牛棒，因为我好喜欢炸牛棒，牛棒那一类的牛棒丝，这道是不是感觉比较难啊？比较多程序，东西比较复杂，东西比较复杂一点。对，嗯，很喜欢菜很多的那种感觉，颜色漂亮，哦，这样就可以下来了，对，脆口感。剩下两分钟了耶，两分钟好，什么？花椒下来。要炼花椒油哇哦，打开又太多，这很爱剪耶，跟那个关起来的两个落差太大了，没有中间值，可以吃一个看看。真的吗？什么不好？他没有吃过。我们这边这么多人哎，好好好，你有想过我们的感受吗？都吃一片，都吃一片，来，干辣椒下来，干辣椒，花椒，干辣椒下，辣椒受热了，膨胀了，也变黑了。这时候把姜末放进来，兑一汤匙就够了，这样。对，哇，这过瘾。郫县豆瓣酱，郫县豆瓣，它跟一般的豆瓣酱差别就是它比较咸一点点，味道比较重一些。倒数最后一分钟，进来哦。泡菜汁进来，哇，泡菜汁也可以进来，很重要哎。哇，现在这一锅糖口味很重，糖也蛮多的。哎呦！不怕不怕不怕，好危险！天哪，观众都深呼吸了。对，把这些肉铺上去，完美！这完全是可以宴客的一个料理，太多了吧？真的好棒，好香哦！滚了滚了，太夸张了！泡菜起司水煮牛已经泡熟了，过瘾，快喷我哎！水煮牛就是要这样。它的时间这么短，够味吗？非常够味，肉好嫩哦。对，它这样冲下去，熟度刚刚好，再加上它本来就有一点起司味，然后又有包的起司在里面，它整个就浓浓满满的起司。掌声鼓励。